and gentlemen,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哎，过了。各位好，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玉池。上一周节目我们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改版，上了很多的新板块，你们看了吗？就其实我最喜欢的真的是健康脱口秀的部分，对，因为那个部分不太用我说，你知道吗？就是又上了班又没有干活，那不是人生最美妙的事情吗？对吧？哎，好吧，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新闻处理器。这里是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先来看第一条，随着巴以冲突的加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五天之内访问了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约旦、卡塔尔、巴林、沙特、阿联酋，又沙特，又埃及，又约旦，最后再回到以色列。五天，11个目的地，如此频繁的进出以色列，我不得不问一句，大哥，你是在以色列买房了吗？还是你是干代购了？就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前些年她报了一个旅行团，去了欧洲6天，回来告诉我她游遍了欧洲。我说欧洲那么大，怎么可能呢？她拿起旅行社那个宣传纸，写着欧洲6天17国游。我问她6天你住过酒店吗？没有，一直在大巴上，吃饭都不停车，发盒饭。但是布林肯这趟旅游是下了车的。比方说他在埃及下车，让埃及总统塞西给上了堂历史课，学习了解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占领下遭受的苦难。在沙特也下了车，干等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几个小时，手机刷到都没电了，他还没有领悟出萨王储的意思。哥乌恩呐，布林肯怎么这么不受待见呢？因为他带了个任务去。什么任务？让阿拉伯领导人谴责哈马斯，或者让阿拉伯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就是这个任务啊，你弄个剧本，你让汤姆克鲁斯，你说你拍不可能任务的酒，汤姆告诉你我不拍了，我吸影了，行吗？真的这，哎呀，就是，但是大家都是打工人啊，领导给的任务再蠢，咱也得硬着头皮上啊，对不对？在这里。心疼布林肯1秒钟。阿拉伯人的态度很清晰，美国人的态度也非常的坚决，那就是谁都不准伤害我 daddy。 就这个星期派出了4个航母战斗群赴中东地区。大哥，有这个必要吗？上4个航母群，就是你打的那个叫哈马斯，不是俄罗斯。哈马斯有海军吗？对，咱们上回说有，对吧？就那都是什么船？就是铁皮小渔船加一个螺旋桨，而且这2天早被以色列干没了。他们再重新组建个海军，就得上那个公园人工湖里边那种脚踏小鸭子船了。真的，你就趴在航母边上，你往下使劲瞅，你都不见得瞅得见那小船。你不用开炮打呀，一个浪小鸭子就翻了。今年环球小姐将有至少2名跨性别佳丽。跨性别我稍微解释一下，跨性别不是变性啊，这个可能年纪大的观众不太了解，而是比方说你是个男的，但你就觉得就是我就是个女的，行吧，那你就是一个跨性别的女性。这回是环球小姐举办72届以来第一次有2位跨性别佳丽同台，分别是荷兰小姐和葡萄牙小姐。那句老话说的真没错啊，真的是男人最懂男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是件好事。以往选美都看过，那是选漂亮的女孩，选帅那是选阳刚的男孩，独独把我们这些养眼的美男子给落下了。终于有一个可以展示自己风采的平台了，我这就去报名。什么报名年龄？18到27岁。讨厌讨厌讨厌。印度将申办2036年奥运会。奥组委表示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不要再想了。
我们已经连续7次把你们拒之门外，你还不懂啥意思吗？啊，拒绝的原因很简单，想举办奥运会的国家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的哦。首先，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别的不说，国足你都踢不过，你发展啥呀？发展。然后就是设施齐全，先不说体育设施，就说公共卫生设施。运动员来了拉肚子，走到路边的公共厕所一看，哎，厕所敞篷呢，哎，还没有门啊。中国足球的水平为何如此低？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也不能理解。这是一名越南足球教练的原话，他还说了，你们中国队的水平应该跟巴西队一样啊。还巴西，西班我们都踢不过。在不久前结束的一场友谊赛里边，越南终于0-2输给了国足，但是越南根本没上主力啊。赛后他们主教练还轻蔑地表示，啊，现在中国队的水平和越南一样，甚至比越南还低一点。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个厉害了，中年人不发朋友圈可能是衰老的标志，这话我真的不爱听。现在网上出来一大串，我感觉就像有人在指鼻子骂我老东西。来，现场很少发朋友圈的人举手，老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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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了爽了，这回爽了啊！我很少发朋友圈，以至于有一回多年未见的一个大学室友在微信上面就联系我，第一句话问的是，玉池你还在吗？什么叫我还在吗？我是老了，我不是死了。而且你们这些个嘲讽我们中年人的，不要高兴太早，等我退休了，我一天给你发10条广告给你们看，什么每天一杯醋，肝脏有保护，日本人太过分，不转不是中国人。某外国品牌手机新机型成本只有售价的47%，真的这个太黑心了，怎么卖手机还赚钱呢？卖手机不是为了交朋友吗？我昨天就看了一个直播，原价8999的手机，直播间只卖1999，买一台我生赚主播7000块，我要发呀。幸好我没有被金钱蒙蔽双眼，我冷静的去搜了一下，发现其他平台卖999，主播含泪赚我1000呢。哎呀，真的老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都说钱没了可以再赚，良心要是没了赚的更多。温州王先生退订广告短信未果，起诉获赔1500元。一心搞钱的深圳男孩深圳女孩们，原来致富之路一直在我们的手里啊！一家广告短信退订不了1500，37218864，就我那个手机里边起码存了1500万呢。而且每条广告短信都让我回复 TD 退订，对吧？刚开始我还回 TD， 他就回复我，恭喜你成功订阅美女连连看会员，30元一月即刻生效，退订请回复 TD。 摩拜单车能退押金了，这是天降横财啊，朋友们，人家摩拜公司帮你保管了5年还不收你钱，多好的事啊。你想这钱你要拿去买基金早就没了。不过我根据网上的方法一步步的操作，找到了押金页面，发现我的押金我早就退了，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啊，是真穷啊。想当年我一般只骑99元的 OFO， 实在逼不得已才选299的摩拜，还记得这个价格啊，骑完每次骑完我就把押金先退出来，没想到99你们也不放过呀啊！而且现在说那个小黄车的客户端根本就进不去，你给我留点念想也行啊，你弹个窗稍等，或者就转圈也行啊，是吧？对了，听说那个小黄车的创始人跑到美国去开咖啡店了，还搞什么注册就送咖啡的活动送给美国人，拿我们的押金去请美国人喝咖啡，这个是不是才叫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啊？拒绝给布娃娃过生日，海底捞摊上事儿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吧？有个网友发帖还发视频，自己跟朋友啊带着
棉花娃娃，我也不知道是个啥，反正是个布娃娃，带着棉花娃娃到海底捞就餐的时候，店员对其带布娃娃且要求给布娃娃做婴儿椅的行为表达了惊讶跟不解，并拒绝给据说当天过生日的棉花娃娃唱生日歌。哎呀，就我个人来说啊，现在最烦的就是满大街拍短视频做直播的，你自己挣钱拍到了别人已经是侵犯肖像权了，你还要拉着陌生人来过来配合你，你真的是蝙蝠身上插鸡毛。日本政府以色列撤侨包机遭批，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开始从以色列撤侨，为了国民的安全嘛。不过最近日本政府的撤侨计划引起了当地日本人的不满，理由是机票太贵，每个人想上这个撤侨的专机要支付30,000日元，还不给直飞，送到迪拜而已。迪拜那个花花世界，我花了30,000块的团费还是个购物团呢。啊，就在这里我们和日本人民一道谴责日本政府这种收费行为，撤得起就撤，撤不起你就直说撤不起，你整出个收费项目，国家守护国民的责任变成购买服务了，给不起30,000块的国民怎么办？不管不顾了吗？折合人民币1400多，1400多很多钱哦，好吗？因为现在说就100块能吃遍东北的早市，羡不羡慕东北的朋友？100块能吃遍，羡慕吗？想不想移民到东北啊？真想啊！我才不信你们呢。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拜拜。上讲中文呢，大惊小怪，外国领导人讲中文很多啊，恭喜发财，耶！哎，怎么太早年了呢？哪是太早年呢？人家说的大有学问。孟色，人以这力，人以这力，孟色，人以这力。他说的是孟子吗？是啊，他在向国会提交2024年的预算案呢。哟，孟子还能管预算呢？那赶紧研究研究，没准儿能解决咱们节目的预算。来听听孟子怎么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不税敛，深耕济弄，故曰仁者无敌。要发展，就得让老百姓过得清楚一点。严刑酷法，苛捐杂税越少，国家就越强大。就像工资，要节约成本，不能靠扣工资、上厕所装监控、加班不给加班费，那是不仁不义。什么仁者无敌？我才不信呢！这要是两个国家有冲突，还得看拳头够不够硬呢。冤冤相报何时了？还是听听孟子怎么说吧。为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为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大国对小国要风度，别欺负人家；小国对大国也不用低头哈腰，用审时度势多学习。哎，这会儿就得说说那大国了，您呐得带着大家一块玩。要看这大国有跟班的倒是不少，但是愿意带上大家的没几个。你这是骂那个谁呢？骂谁呢？关于当大哥的正确姿势，人家孟子也说了：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有止，不得志独行其道。站在正确的位置，带大家一起发财，才叫大哥。你光自己美丽，对别人奸，和你一点也不是美丽国，你就是个奸国呀。有道理，原来孟子这么厉害。可不，那以后
我不叫阿刚了，我叫孟刚。愤怒，下棋呢？四川崇州那个女童被狗咬伤的新闻大家都看了吧？可怜的孩子还在治疗着。有些地方又成立了打狗队，看到没牵绳的一律套走。就拿这次闯祸的罗威纳犬来说，按理说烈性犬，兽医看到这个家伙来打疫苗反应都是这样的。哎呀再来五个人，我这摁不住了。哇，这体格应该在禁养名单里吧？不一定哦，各个地方的禁养名单五花八门，这里不给养，那里说不定就能网开一面。哎，难道换个行政区狗就变了吗？对头，狗狗到了重庆都可以吃辣火锅喽。对啊，表哥，狗狗到了广西都会唱山歌来。对呀，狗狗到了缅甸都可以打电话。你在干嘛呀？呸，狗都不信。你看到有人遛狗不牵绳上去劝，碰见不好说话的，有病啊你！耗子拿狗多管闲事儿，喵！碰见好说话的，我家狗很乖，不咬人的。来，佳佳，叫阿姨。反正就是不牵绳。当然，谁都有可能偶尔不守规矩。毕竟在文明的社会，不守规矩的人，大多数的时候看上去是胜利者，是得利者，但不守规矩的次数多了。你一定会付出比守规矩更大的代价，如同这次的狗主人刑拘了。那不守规矩的人数多了，你我都会付出代价，所有人，社会秩序崩塌了。打开新闻吧，看看那些战乱的地方，那些落后的地方，那些人类文明荡然无存的地方在发生着什么。你确定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人人不守规矩的环境下，你还是那个胜利者吗？资源有限的群居社会里活着，每一刻我们都要付出代价，而守规矩是我们付出成本最低的代价。要么守规矩，要么滚去没有规矩的地方。哎，各位，先问问题，你们知道什么是酸枣仁吗？酸枣仁这个是非常常见很普通的一个中药材，主要功效叫养心安神，它的原材料也很常见，酸枣仁。酸枣里边哪有仁啊？对，就是你吃完酸枣吐出去的那个糊，我们北方叫糊，南方叫枣核。但是诸位可能也看新闻了，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没有啊，它现在不是普通的一个枣核了，它核聚变了。我跟你说，这个巨大的聚，2个月前地里的酸枣原材料收购价是2块钱一斤，短短2个月过去身价暴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零售的成品酸枣仁的价格已经高达1500块一公斤。最荒谬的是，酸枣的原产地就是我们河北啊。老乡，你倒是通知我一声啊，早知道这个玩意儿这么挣钱，我这种远方的游子是可以回游的啊。当然也不怪我的老乡们，他们大多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酸枣仁价格暴涨。除了说有一些资本来炒作的嫌疑之外呢，其实是非常有根源的。你想酸枣仁，我刚才说了它干什么用的？养心安神，那不就是治失眠焦虑吗？就现在啊，我的朋友之中说自己焦虑的比说自己有脚气的还多，所以这是个刚需啊，它不涨价谁涨价啊？但是我觉得很快这个价格还会回落，
一公斤1500啊，谁买啊？我是不会买的，花这个钱我更焦虑啊，睡不着觉，我买张床好不好？对吧？当然了，不管是焦虑还是失眠，健康这个事儿，光靠药物肯定是不能持续的。你答应你，你余额也不答应是吧？那靠什么呢？我也没有答案，但是有人知道啊！来，咱们一块儿来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家都知道啊，东北人特别的热情，所以在东北从事保险行业那真是啊，今天喝明天喝，天天喝到3点多，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睡？在东北啊，从事保险行业，有些保单的签订并不是因为他需要这个保障，而是他需要这个面子。前几天吧，我参加车友会聚会，刚喝几瓶小麦果汁，就听见有人说，我的车子有200万保障啊，我的车子有500万保障，我的车子有1亿保障。我听完之后啊，我就觉得我的机会来了，这大哥现在不仅仅是缺一个保障啊，他还缺一个代驾呀。在东北，如果你想知道你能不能喝得过对方，那么一定要点一盘花生米。当喝一会儿之后，你就发现对方双眼迷离了，小膀一抱，开始用手抓花生米吃的时候，老铁，咱机会来了。只要不对他说你瞅啥，咱这局稳赢。但是如果对方一上来就说，今天喝点白的吧，喝啤酒那玩意胀肚啊，那就要小心了。这大哥也许是能一直喝的选手，要不然他就是能无止境喝的选手。这个时候咱家一定要使出咱自己的看家本事，杀手锏啥？认怂啊，立马就跟他说，大哥，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我吃药了，不能陪您尽兴了。然后给他讲解喝酒对健康的危害，顺道推荐一门咱们自己的保险业务啊。说到身体健康啊，啥也不能喝了，再喝我就得左手六右手七，左脚画圆右脚踢了，就这样就到了。后来啊，我出院了，我就想，除了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不是自己的。保险只是给健康一个保障，但是它不是健康的根源啊。
保险只能保证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要么人回来了，要么钱回来了，但是痛苦得自己承受啊。所以无论干什么行业，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我叫冯光宇，一个来自东北的保险从业者。在我们山西呀，有这样一句老话，从小如果不吃干净碗里的饭，长大以后找个对象，要么脸上有疤，要么脸上有痘。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反正在我小时候，只要碗里剩饭，爷爷奶奶就这样警告我。结婚后，我看着老公脸上干干净净，我心想这老话也不全对，是不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问老公：“老公，你喜欢我哪里呀？你为什么喜欢我呀？”我老公指着自己的碗里的剩饭说：“哎，那句老话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估计这就是命吧。”我突然心一想，着急说：“你居然嫌弃我呀你！”老公说：“哎，没有没有没有，哎，这叫年年有余，讨个口彩。”哦，这还差不多啊。你们老公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我老公呀，其实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他经常会问我：“哎，我们老了怎么办？”因为他这两天送孩子上幼儿园，他看到广场上呢跳广场舞的人是越来越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他就心想：“哎，估计我们老了连个送饭的人都指望不上。”我心想，这会不会是要我生二胎啊？因为我老公经常说养儿防老，但是大家现在也都知道，我们这一代其实压力已经非常大了，起码我们还有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还没有个姑姑舅舅哥哥姐姐的？但是我们孩子们这一代就相当不容易了，如果我们把养老的压力也全部压在他们身上，哎，估计他们未来的这样一个身体就会被我们压成这样，哎，甚至可能会压成这样，哎，想想都觉得心疼。并且嘛，我们年龄大了，这个花钱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的钱可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钱好像是被大风刮走的。年龄越大，风就越大，风浪越大，鱼越贵，是金子总会被刮光的。所以呀，养老还是一定要靠我们现在的自己，不能靠碗里的那点剩饭。哎，近期呀，我脑海里老闪现这么几个画面，说这个幼儿园有一小部分可能会改造成养老院。哎，甚至呢，哎，我这里近期老在想，这个幼儿园有可能有一大部分会改造成幼老园。嗯，哎，幼老园是什么呢？就是老幼同园，老幼同养，老幼同乐。哎，我们上班走的时候，老的小的一起拖了，我们上班，他们上园。哎，我们送孩子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对着这边的小宝说：“小宝，记得去了听老师的话哦。”你们是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也经常这样说？那么到了这边，对着大宝：“老徐，今天别喝酒啊。”在这期间呢，其实也特别好，你看有人给上课，有人给喝水，有人给这个照顾的睡午觉，同时呢还有人一起带领着做游戏，这多好呀。然后我老公听完这个之后就觉得，哎，也确实非常好，你看这个家长们也解脱了，老年人的生活呢也丰富多彩。然后呢老公呢就带着我去找天使投资。哎，天使投资的人听了之后，这个项目非常好呀，重金打造，并且激动地握着我老公的手说：“一定要成功啊，不然的话我们就成天使了。”说到这个养老呀，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要未雨绸缪。如果您没有提前准备，那么请您提前准备。
哎，我老公说到这儿说，哎，那我明年一定也要开始存养老金。我说，老公，你去年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哎，养老金呀，一定要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趁早。好，谢谢大家，我是薛丽花。今天呢，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健康。当然，我认为啊，对于我们这个健康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还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寿险，你不健康，你还真买不了保险。那天啊，就有个客户向我咨询保险，我一看他长得膀大腰圆，目测至少得有200多斤，这体格啊，买保险还真有点悬。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就跟我在说，说放心，我没病。我说您是没病，您这叫重病，体重的重。当然啊，这个超重了买保险还得去体检，所以保险不是您想买想买就能买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您今天还能买保险，说明您具备购买保险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健康。我还有一个客户啊，在说我身体健康的很，保证这辈子不会生病。好，就算以后什么呀得了大病，我也不会去治，我会自己找个地方做个自我了断，也不给家人添负担。我说大哥啊，我说你哪儿来的这份自信呢？好，你看看在医院里面躺着的，哪个自己是自愿报名进来的呀？张大哥，您是摇号进来的呗？李大婶，您是抽签中签进来的？所以说，你再去看看那些在公园里边遛弯的那些大爷大妈们，哪个不是向天再借500年呢？所以说啊，我们有些时候啊，不要把这个话说得过于太满了。好，就算您自己非常的自信啊，说以后咱也不去治，您家人同意吗？您一回去孩子就跟您说，爸，这楼我都给您找好了啊，您千万不要给家里添负担啊。您会怎么想啊？是不是恨不得当场给他抽2个嘴巴子？所以说啊，健康出了问题，咱们还是得到医院去治。但是呢，想必大家都已经去过医院，都有这方面的感受。在医院里边，其实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痛苦的。不管您是谁，不管您当多大的官，在医生面前啊，您都得表现得跟伺候皇上似的，让拖哪儿咱就得拖哪儿，让摸哪儿咱就得摸哪儿，让割哪儿你还不得割哪儿吗？所以说啊，这个咱们一点怨言都不能有，你得完全的配合医生的治疗。那天啊，我这个脸上就长了一个斑块，当时心里面比较着急比较害怕，然后就拿出手机啊在网上查，这不查不要紧啊，这越查越担心，这网上的这些牛鬼蛇神啊真的太厉害了，网上的这些什么这些答案给你叫做琳琅满目，都差点把我给送走了。所以说啊，这还是得什么，还是得去想办法寻求正确答案的。好在啊，我的这种归纳总结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归纳了一下啊，也就是两种结果嘛，一种结果是不好的结果，就是皮肤癌，另外一种结果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老年斑。我告诉大家，我这有史以来啊，我第一次这么期盼自己脸上长老年斑的，我就天天祈祷啊祈祷啊。好，这光祈祷还不行呢，你还得到医院去看。哎，有人朋友刚才在问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如愿以偿了。所以说啊，到了医生那里啊，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问题啊主要是什么日晒引起的，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这一听就开始什么就犯嘀咕了，
好吗？排了半天的队，你两句话就给我对付了，这就叫做什么？排队俩小时，看病两分钟。这好的我什么？搞得我这心里边跟坐过山车似的。但是你这坐过山车的这个时长你都没有让我体验够啊，我能不能退票啊？好歹你得给我开点药吧。结果医生搞急了，就说到底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哎，我这一听这火就大了，刚才那火还没消呢，我当场就把这个话给怼回去了，我说到底你有病还是我有病呢？当时怼的这个医生啊叫哑口无言，只能轻声细语的跟我说还是你有病。所以说啊，买保险其实就等于买健康，没有钱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享受更多更好的医疗资源。我很难理解啊，有些朋友口口声声的说保险的这不好那不好，却在别人啊住院的时候第一时间问别人你有没有买保险。有些人啊辛辛苦苦一辈子积累了一些积蓄，却因为一场大病把这些积蓄啊全部都荡然无存。所以说保险是什么？保险啊就是叫做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我们才能去追寻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我是崔灿，谢谢大家。专业的说完了，跟我叨两句啊。前面两位都提到一个词儿叫未雨绸缪，其实就是善意的在提醒年轻人说，哎，现在不注意身体你老了可怎么办呢？这个话我以前特别认同，但最近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的身体素质他有没有老的那一天咱们真的不好说。开玩笑开玩笑啊，总之希望大家提起注意，像改善饮食保持运动这些个事儿，根本不是说为了以后，你是为了还有以后，好吗？行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别看了，今天晚上都早点睡，对不起后面的节目了啊，拜拜。人生它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有人离奇，关键闪亮登场以后你还没法NG。